冲动降临。小聪，一些拟好通知。行内临时盘点，延长周末休息一日。16号上午一早就下达，都准备好了，人员也都准备撤了，银行要关了。宵禁时间要到了，最后再看一眼吧。一直，我想和你一起走。那怎么能行呢？万一撤退的路上遇到什么麻烦，周文全还有赵厂长可解决不了，你得帮他们。高晓松机灵着呢，有他就行了。他跟你不一样，是立邦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俩必须得分开走。为什么？就因为。如果咱们俩都同时出了意外，那地方靠谁来重建？呸呸呸！说什么呢？赶紧摸木头。好，摸木头。摸了。没事。你变得胆小了。我倒是希望你能够一直这样胆小，因为你胆大的时候。就是做些让我感到担心、害怕甚至绝望的事情。你闭嘴！你现在胆子变小了，是因为你心里有所在乎、有所珍惜。你现在珍惜力棒，也珍惜我。那你要答应我。不要让我失去力宝，失去你。我保证。保证。大家动作都麻利点儿，小心啊！辛苦了，这棉纱的配送单您带了？当然。啊，这个是大烟，陈总经理啊，用这个放在棉纱上，掩盖物资，可以安全一点。自然，富田先生经验丰富，自然有一些老道处理。只是，这400吨棉纱数额巨大，仅凭调配单无法取货，需我亲自到场。店長、何のために呼んだのか分かるか？分かりません。軍部から連絡があり、新金宝石工場は霊峰銀行から400トンの伝票を受け取ったそうだ。知っているか？監査担当の君がこの写し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のか？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ぜこんな見落としをした？私の責任です。選挙下の緊張状態において遊びすぎの未消化中も真面目にやってると思い、彼の伝票を疑いませんでした。島崎君、いつまで白を切るつもりだ？君をそそろかしたのは
中国人の妻か。私はここまで信頼していたのに、それがこの仕打ちか。島崎君、君は天皇陛下と大和民族への誓いを忘れたか。榊店長、私がしたことは人類共通の誓いです。善良と弱いと助け合うことです。大逆無道だ。島崎、君は君の行為に代償を払うことになる。等赵朝长和高晓聪一到，我们马上出发。我现在先给你们讲讲撤退路线，包括你们等一下会遇到的危险，以及我们可能用到的逃生手段。我们会有多大危险啊？周厂长，别害怕，有什么危险，我顶着。吴科长，赵厂长可能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约好七点在厂门汇合，可是我去了，人不在，不知道遍了整个厂房都没有找到人。我去到赵厂长家门口，可是我发现有两个人鬼鬼祟祟在那里巡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都是黄龙虎的爪牙。我想再继续探探情况，但又怕耽误大家，就又跑过来了。小聪，你和周厂长先走，我去找赵厂长。吴科长，这不行，我答应过程总经理要让你一起撤退。我也答应过程总经理要照顾好你们每一个人。吴科长，于树博士，程总经理他会不会也出事儿了？我是吴科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程一志的消息？好，我明白了。好，我建议你，如果有可能的话，立即撤退，以防万一。日本那边还没有流出任何关于陈一志的传闻，那如果是黄龙活下的手的话，目标就不是赵厂长。